是完全没有音乐了，那没有音乐就没有办法做动作了哈。所以我们还期待周老师给音乐，但是期待他还不如我们自己自立自强。好，那我们这今天讨论的就是以前去美国很难，以后去美国呢是免签证。这个圣诞大礼你收的开不开心？哦，那我当然知道，这刚刚燕秋有讲到了哈，就是前面两段我们都讲到，好像这个免签证是国民党的功劳。但是如果撇开这些政治因素的话，难道不能试看，就是说真的是台湾对美国是友好啊，美国对台湾也是友好的这种看待吗？陈其迈先生，你们解释一下。是哦，为什么在这个佳节里面收到这个大礼呢？我的感觉是本党一点都没有开心的意思。为什么？不要自己没有办法哈，就把这些东西看不惯人家好。我觉得你非常可怜。在开记者会，请要发言，等到我发言完之后再提问题，谢谢。好、哦、啊，这个节目我可以很确定。哦，今天我确定两件事。第一件事，这个节目是泛蓝的节目，没错，你不要来啊，你可以不要来参加。刚才他们几位在那边私下在那边讲，我卖你几个烂航空母舰，二代舰、三代舰，卖到国格越来越下贱。然后呢，美国就说我把你列入考虑而已哦，他只说列入考虑，变成免签证国家的观察国家，万一。可以到免签证，也要到明年的年中。Yeah. 等到明年年中，好，你们说现在你们执政，万一等到明年年中变天的时候，没有机会。到明年若是变天，好，这个法案过了，他会说这是当年国民党塞下来的梗，好铺给民进党做面子。万一没有过，就会把所有的过错过在这个民进党的身上。所以他根本就是在为了他的大选以后之路在铺梗。另外一件事情。我们要讲到了，我们台湾现在去美国，每年的观光客的消费有10亿台币，10亿台币不是小钱啊，各位观众朋友，各位人民朋友，我要跟你们说，如果今天10亿才300万美金，今天要站在对等的立场，不要说我们免签证，应该是美国人来台湾叫他拿台签，3000万。哦，你有办法通过这个的话，再跟我们来讲。我们不可以认贼作父，把钱一直拿去国外，人家给我们一个免4000块的签证，我们就很开心。我们的父亲只有一个，就是这个可爱的台湾土地。这个台湾的土地就是我老爸。我们要抢救的不是美国，而是我们这个老爸。我们要抢救我们的老爸，抢救老爸在清明节的时候就要上档了。谢谢各位，好，谢谢，谢谢，感谢。啊，感谢陈其迈先生，最后还讲了一个抢救老爸。啊，不好意思，跟政治就没有关系。抢救老爸好像还是没有片商要买。郭子乾领衔主演，但是有一部1月27号《宝岛大暴走》九孔的那部电影要上映了，大家多支持。应该讲说是冯家家的那部电影吧？啊，冯家家他没有什么票房的号召力。谢谢，都有啦，都有啦，这部电影那冯家家跟九孔都有演啦。现在是问我了是吧？哈哈哈哈哈！啊，开心过圣诞节。对，没有，因为今天这个耶诞节的大礼啊，就是这个到美国不用签证了，其实对演艺圈来讲啊，是一个很好的消息啊。这就是我们所有的台湾艺人呢，有可能变成一个 super star， 变成 international super star， 就是变成国际 international， 变成国际型的大，你差点变国际牌的这巨星。因为现在，比如说现在的谈话性的节目这么多哦，那不管你是 A 咖、B 咖、C 咖，你们以为我会讲宝咖咖对不对？根本没有人要回你。啊，所以不管是你爆料，我爆料，大家来爆料啊，因为你除了爆料之外呢，是没有人会让你有节目上的，所以我才不得已啊，在节目里面爆料说我在学生时期啊，因为租房子跟一个女房东啊发生了一段奇缘啊，一段奇遇，因为那女房东她大我8岁。那因为我在学生时期的时候，因为房租有3个月缴不出来，后来我就以身相许。那很多人都讲说那个事情是宣的，其实那个都是一些事实啊，都是真实的交易。所以那时候他们叫我小狼狗啊，有人讲说可能就是被包养的意思，就对啊。所以我问为什么说啊，我们都有可能变成国际巨星，因为像我的故事这么多，这么的精彩，所以我打算把我所有的故事啊变成一个舞台剧，然后透过所有的演员，比方说台志源啊、郭子乾啊、九孔啊，他们没有空，他们应该是都不会去演。其实就是把我所有的故事变成舞台剧，然后到
啊，好莱坞去演出，我相信这对我们演艺圈好莱坞汽车旅馆，你知道吗？好莱坞就是演很多舞台剧的地方啦。希望大家呢有这个机会变成 international super star， 谢谢大家。好莱坞是演电影的地方，百老汇才是演舞台剧的地方。他连在哪里演舞台剧都搞不清楚，对，他这个是哪里的地方都搞错了啊！好，你再回反省一下。来，我们来看一下超级麦克。我叔叫头家娘对人走，囡仔在厝的妈妈好啊！你今日走过，你买无上会走过路过，你千万不要错过啊！卖问我名，直接叫我超级麦克第一名。是啊，是啊，好啊！今日人上侪侪，来提一项物件甲大家交配一下哈。这项啊物件哈，这项物件哈，这项物件叫做什么啊？这项物件叫做超级咖喱啊风哦 ，A B C 高咖喱多国万用语言学习墨镜哦。安怎讲呢？只要你把这个墨镜砍起来哦。保证哦，你啊，不管你是在跑步还是坐咧，还是在困哦，拢会使学习到多国语言，就这简单。哇，哎，这个我试看麦。哦，你试看麦，你试看麦啊，你挂看麦啊，看会使学到什么语言？哎呦，皮卡丘要十万，丘丘丘丘丘。是你输呀？好啊，哦，所以讲伊挂起都要去学到这个皮卡丘的语言，哦，就这简单。我试看麦啊。哦，你试看麦。法德，你不要每次都一直骂法德，这样子安迪会 angry。哦，有听无？伊最简单啊，伊都是学着这个新加坡的这个语言啦，哈，啊，英语夹杂台语，吼，就是这简单。啊，你有看麦？我挂起了，我挂起学着都是国语言。哦，哎呦，哇 ，today too many people 呢，哈，哦 ，long time long time ago， everybody look why the snake call why snake。Look at breaker snake, why I call breaker snake? 哎，台湾 fight snake。啊，不是啊，台湾大股刚会爆发，怎么今仔两日我做台是打死？不是啦，哎，这个是我目前看起先，我去学着这台船这，好，啊，提来时阵马上正常啊啦，哈，哦，所以讲啊，这个目镜啊，这个最好用的哦，因为哦，即马上重要就是讲啊，即马教育部规定啊。以后哦，小学三年啊，囡仔哦，拢爱学会26个英文字母 ：A B C D E F G H I J K L N O L N O P Q R S T T U W X Y。厉害，我真诶！哦，但是即马北部就讲烦恼讲，哇，即小朋友啊，快学英语啊，即马压力也就越来越大。咱咪讲小孩子读到最后是愈读愈册，啊，册歹去教家己。哦，所以讲啊，我就研发出这个墨镜啊，多国语言的学习墨镜啊，只要你个挂起，不管你囡啊是咧洗身躯啊，是咧困啊，是咧骑脚踏车，拢会使去学着多国语言哦，尤其是英文哦，英文正不是英文啊，英文啊，正统英文，好，就这简单，来，好，恁人可以开一下偌济钱啊，吼，我讲这 very important 啊，这第一最重要的哈，啊，来，卖偌济，来，$1,000。No, okay, $500. Two is a pencil. Ah, come on, Tom, two is a pencil. Ah, you give me father, remember, you got him baby. Oh, what why be at? Yeah, my dad, 我不爱买啊，我讲不爱买就不爱买啊，我就抓你们家好心囡仔吼，哎、欸、小朋友读书拢读袂进步，不爱买，做你不爱买啊，我多十块你就不爱买啊，对不？来。你来做一下头家，啊！你来看倒一项物件提出来，我化妆馆那个卖出去。我变一支大喇叭了。大喇叭，哎呦，这来行贵，哇，这你真正来行贵。这支大喇叭顶界有人看去拍卖，但是名无同，对不？这支同我是无同的。这支叫做超级咖喱啊风啊，这个超级咖喱啊风什么名啊？家有河东狮吼，Texas 专用大声公哦，你哪有这个大声公哦？你要坐客车你就唔惊啦。乖，那我看一下厉害。嗯，啊，我去试看嘛。我相信，我相信。哎，高金博。你唔知咧看啥物？因高金博炸到贵星起来，唔知看啥。来，我试看嘛啦，我试看嘛。哎，喂，三只公啊！我来看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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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
第你遐听到，你在倒位？你淡水哦，你遐听到袂是跟咱单位讲哦，哈大声！哇，安尼我好啦好啦，我以后不讲个细声。好啦好啦，林刚才带三七婆啊，才来分厝坐坐啦吼。好啦好啦，我今仔在泡面，无心甲甲你讲啊，好，谢谢。有听无？哇！我拄只在台南用大声讲那个话，结果淡水的三七公我都听到。哇！这真厉害。你真笑哎，那有可能有听到啊？我来试看麦。Jordan， 啊，我是看我 Michael 啊，啊 Michael Jordan 啊，哎喂 ，Jordan 啊，哎呀，你点指甲膏？哦，你真啊，我被比赛哦。你搞来去，你点指甲膏应该听，一听我头壳动，让你动来做一下，你点指甲膏。哦，你搞来倒位啊？哦，你搞过来啊？哎呦！用大声公话麦克，跩就等跩话你回电哦。你讲你在这，你在芝加哥。芝加哥啊！刚才你买机票，芝加哥的机票，芝加哥。所以讲主要没事，反正的目的就是搞这个大声公哦。不管你偌远哦，伊拢听有啦吼。啊，这买这支大声公的目的啊，就是讲啊，以后啊有一个查某囡仔哦，就是不是有一个查某囡仔，就是有。有一个知名的这个夜店的 DJ 哦，结果半夜啊搭这个小黄登去厝，结果刚刚问奖该给谁咯？给开三百万块，所以才问奖还给啦。啊，还给到最后，结果问奖冻袂调，所以才拖落车，干爆，爆干来咧，裤裙了，规个身躯哦，全部拢伤啦。哦，所以讲哦，迄当阵伊就无买我这个吼，叫做啊家有何东师哦 ，Texas 专用大声公哦。伊脑这个专用大声公其实哦，伊连车顶单唔敢乱，就落车顶单，才敢做。但是你落车前，你若不用大声讲错，你阮家嘛听无，所以讲你也用大声讲也错。啊，你若刚刚讲落车就忝的，要等你厝先困下，困下不要紧，困差五点钟起来就你管，你赶快即个阮家去听无啊。以后伊卖离开台湾本岛，阿卖讲卖离开台湾本岛，就算坐飞机出国旅行啦，你用这大声讲甲叫，伊原来听有啦，就遮简单啦，遮尔好用。来，阿好，你人可以贴一个偌济，来。这机这贵的吼，五千起跳，五千给我者，六千给我者，八千，一班，哦，安那，你是安那，你买这机回来，你是惊恁女朋友打小黄啊，那不想甲坐路呀？无啦，其实我买这机是要送我飞飞，他刚听一点干叫，叫一下司机。哦，这事情我非非常的清楚，就是每一摆呢，伊要去那个堤顶大道，伊拢那个司机都改伊做环东，所以拢就生气的，所以你买一个做环东大。坐落好，迄真正有影问奖金啊，讲实。哎，卖过去啦啦！啥？你也要买拄只迄个啊专用大声公哦？啊你卡咩上？你用买这要创？迄是导播咧用咧 ，take 镜头要用。啥？你要买有导播啊？哦，安尼就有影。哎，卖过去啦啦！